上跳动两百。首先我感谢我的好姐妹素，在两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啊，带我来到了教会参加礼拜。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当然心中也没有特别的想法。肯定教会是一个有爱、友善的地方。这也是我初次到教会体验做礼拜的经验。原来敬拜的内容是有包括祷告、唱诗歌、分享牧师，讲神的话语。原来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我了解到。之后在老人中心英文班，我认识了徐姐妹徐宝琴，跟那个罗应雪姐妹，她也带我来到参加那个长青团契。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唱诗歌，我觉得很容易学。当时正逢母亲节，我也参加了唱诗歌的行列，我唱了三次我就朗朗上口了。我记得那时候是神的恩典跟野地的花，我觉得好好听，我好喜欢。在这个长青团契，我认识了 Julie、Anne 还有余芳姐妹。团契结束之后呢，他们总是很热心的要送我回家，让我感受到教会的姐妹无比爱心与温暖。让我来到这个美国，我觉得不孤单，好温暖的感觉。在五月份 ，Anne 姐妹好积极，她非常的积极，好爱我，真的。然后她积极跟教会安排了那个妈慧姐还有美玲姐来跟我上那个怀疑到认识，从怀疑到认识的课程。这一共有八堂课，我感谢两位老师在百忙当中来到我家里来跟我上课。这当中我认识了圣经的架构，什么是真神，耶稣从何而来。原来圣经就是先人将神的话语记录而来的。我似乎觉得就像上课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般，好容易，有点很容易两人理解，我也觉得很有兴趣。耶稣是用他的宝血代替世人赎罪而来，像我们当今的我们，因为耶稣的事迹，我们才能与神面对面的连结。就是祷告这就是我上课，从这边上课的时候对那个耶稣基督初步的认识。我好喜欢两位老师给我上的课，他们讲的真的很棒。在第七节课当中，这一节是叫做展开美好的人生。妈慧姐老师，我谈到内心深处，当时我心中那股共鸣而来的感动，让我眼泪无法自拔，狂欢而出。那种感觉我何等的自然，心中想着，逃到心中想着我找到心中一套人生。当下我就做了觉知的祷告，感谢主。拣选的我，做神的女儿，我敬爱他。心里认定主了之后，我才体会到罗姐妹说过，她信主之后心中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当时我是很疑惑，我不以为然。然后，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我也体会到心中的平安、幸福、喜乐的滋味。我感谢姐妹们今天才有
感谢姐妹们的爱戴，还有感谢主，我才有今天受洗重生的机会。信主之后呢，林瑶曾经跟我说过，妈妈，你有好大的转变，平常母女难免都会有冲突，最起码我跟她要三天不说话。那现在呢，当下生气的时候很快心里的那个气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得到了很平静，我也觉得很自然，现在也不再那么爱生气了。我告诉我自己，心中要有满满的爱看待一切，这样的结果是美好的。感谢主保守我的心胜过一切，一切的果效由心而来。谢谢，谢谢。Thank you.